分之一。这个停车场也是颇大的。那看起来就没有啦，我这样一眼就望尽了。好了，我们走到这里就可以回去了。我们已经站到最佳观赏位置了。应该去那里了。就在这里了。应该去站在上面那里，可以特别看到。对啊，好了，可以撤离。那就这样了。我们已经到达最佳观赏位置。我要在12点多来这种地方。